秀智昨天在12名的为代言品牌服饰举办签名会，吸引长人龙排队。签名会隔天刚好就是他18岁生日，主办单位特地搬出蛋糕，提前替他庆生。剩下那个愿望，该不会跟昨天强心脏突然跟主持人告白有关吧？지금집중단이는요이저요네이거요참긴장성있게오说不定过不久就会有好消息喽。